looking for you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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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I wasn't here looking for you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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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万物复苏，花儿为你盛开，心透明为你留白，我并不会是阻碍，我要把你救回来。苏州来，姑苏家宴，绿哥请客。转个镜头给到绿哥，转个镜头给到绿哥，财主。哎，你不这么惨。对啊，他那个是我年岁，我是。我猜了一个明细，猜了得一万，还没这么旺啊。哎，哎，这锅还在吃他吗？我自己挺喜欢吃这种熟醉蟹的，用特调的花雕酒腌制。香中透着甜味儿，我这只虽然是公蟹，但是蟹黄挺明显的。新鲜的鸡头米虾仁，用的河虾仁，小小的。鲜，好吃。来吃。感觉真的想和上一次做的跟面浇头一模一样，不像那种上海浓油赤酱那种味道，不一样。有没有吃吗？筋太厚了。招牌松鼠桂鱼，嗯，哦，好，嗯，不灵。对啊，没有德云楼，不脆了已经。目前吃下来。虾仁最好吃，嗯，银鱼的鸡蛋，帮我打马赛克，扇贝，我没问题，我同意。这是一个人加的，如果我是公司，哦，他好像已经帮我准备，准备，给我们上，吃一口香酥鸭，也是他们家排名比较前面的菜。油炸的好吃，皮不是很酥，但是还可以，比较香。我吃够了。没有压心吗？什么？我怎么？我们吃完了。我最喜欢的是鸡头米虾仁。松鼠桂鱼为什么会排第一呢？并不好吃。上来以后浇完，我觉得那个炸完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它一浇酱以后，那个都不脆不酥脆的，这家店。这样吧，拜拜。